你别在这打油钱了，你听，你听，我们外边好像有个人在敲门，你快去看看是谁呀。我不敢。哎呦，天大白天的有啥不敢呀，从这个猫眼里看一看。猫眼看看是谁呀。哎呀，你的个子也太野了，你快打开吧，打开看看是谁。一惊一乍的，去去去，我来我来。谁呀这是？啊，一点头头，我看看，我从这个猫眼里看看，啥也没有啊。我开开门，我拿了一把枪，过来过来，快过来快过来。打开看看，哎，没有人啊。已经被我打倒了。这个怪兽，这是马上晕倒的格力乔，你来打啊？马上晕倒的格力乔，他不是怪兽吗？黑乎乎的。不是啊，那我打错了。他给我们弄了个箱子呢，快快搬过去，搬过去。我们不管他了，来把箱子搬走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他已经马上要倒下了，你还弄？他已经马上要石化了，要倒下了，我们才不管他呢。拿了个啥箱子这是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怎么可是个大红箱子呀？宝贝，这箱子里边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是不是这个那个黑化的那个格力乔给我们送的个啥呀？送的个大怪兽呀？恐怖玩具。恐怖的，我看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看看，怎么还带了一个爪子呀？啊，你看它的眼睛，真的是恐怖的。还有一个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怎么两个呀？他从哪整来的这么多恐怖的玩具啊？还有一颗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哎呦我才不要呢，这肯定是从光之国里带来的。啊，不要给我，我才不要呢，太